撤离龙山是时代的需要，有利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我们国防建设的行列中，同时呢，也改善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解决了我们子女的教育问题。 我们在凤城的研究所呀，正在大规模的建设中，不久我们就能搬进去了。那时候，咱们家家户户住的可都是单元房，使得是贴瓷砖的厨房和卫生间，用的是太阳能的热水器，大伙儿再也不用进大澡堂子洗澡了，孩子们也不用再因为争厕所吵架了啊！<笑> 我再多说两句。刚才大家听到的通知内容和相关工作安排，希望大家在下面就不要乱嘀咕了。有什么问题，及时找我沟通。大家还有问题吗？我有问题。林俊德，说吧，什么问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搞科研的， 就是要攻克一切对人类有益的未知点，我说的没错吧？没错，继续说。让我们现在撤出龙山，那我们的科研到底还搞不搞？您是担心深拔检测系统项目吧？是，也不完全是。还有啊，就是我们研究所在戈壁大山的环绕中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有些同志呢，好多年也没有出去过。 虽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是呢，真的要离开这儿了，还是有点不舍的啊。还有就是深拔检测系统项目核心成员的问题，对吧？没错。担心没有错。首先，撤出龙山不是我们放弃事业，是我们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的一种姿态，是 国家的一种战略决策，深拔检测系统项目的研究是国防科研，不是核试验项目，这不涉及深拔检测系统项目本身的意义。你是说，深拔检测系统项目我们还会继续做？当然要做。 浩然，哎，来了。 拎过去。哎，妈，你去过凤城吗？没有，咱们这离凤城挺近的，可是从来没有去过。啊，妈啊，那你舍得吗？当然舍不得了。20多年了，我们从20岁的姑娘小伙子，都看着你们长大成人了，这地方 记载着我们美好的青春年华。现在就要离开了，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儿。这还留人吗？全部搬走，彻底清空。哎，爸，这明天就要走了，你怎么又修块表呀？给你那块电子怎么不用啊？电子表怎么能跟这块表比呢？你爸爸的这块表啊， 意义非凡。嗨，不都是北京时间吗？说的叫什么话？机械表怎么了？机械表走路时候有声音，那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我还就喜欢听这种声音。再说了，这块表啊，
这地方是我的恩师，李陈爷爷几十年前送给我的礼物。那对我是有特殊意义。只要我还能修好它呀，我就永远不会换。 伙计们，对不住了，咱们换个地方，等等。 小燕，浩然，给师傅叔叔鞠躬。 别看了，都开出去好远了。啊，我这心里头啊，也是空落落的。爸，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都讨厌待在这里。可是今天，我觉得这儿其实挺美的。
你看那山，还有小溪，还有那边的美人桥，多美啊！我和你静雅阿姨一直都觉得那儿很美。哎，爸，我在咱们家的地图上怎么找不到马兰和龙山呀？在咱们全中国的地名里啊，马兰可能是最特殊的。这还是当年张平义私立医院给起的名。我们从小就知道，这儿是因为马兰花而得名的。从风沙漫天到现在，很难想象，这里竟然成了戈壁沙漠里的一块绿洲。马兰，就是我们惊天动地而隐姓埋名的象征。龙山，也终将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爸，我会想念龙山的。龙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再见，再见。老林，怎么了这是？我跟你说，都知道了你。老林，你先别生气。你咋就知道了？我前面是听说，现在呢，是刚刚确定。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找我撒什么火？我这不是刚刚确定吗？我就是问问你是什么意见。我什么意见？赵凯是我学生，我绝不放他走。哎，你这人，哟，这么多好吃的！哎，你就是那个赵凯吧？我爸天天提起你。怎么说话呢？叫叔叔。哎，没事，师母。你就是浩然啊？老师也整天跟我说起你，但是就是不让我到家里来，所以我也不认识你和小燕。那你今天还敢来？带这么多东西，坏我爸的规矩吧？你们俩进屋去，我跟赵凯叔叔有话说。赵凯，你想把东西这么一放，问题就解决了。跟了你老师这么多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最看重什么，你不知道吗？他在你身上花的心血比给浩然和小燕的都多，你现在要转业，他怎么会不寒心呢？师母，其实我就是怕老师寒心，所以我才一直没有跟他提要转业的事。可是我转业没有他签字，我就办不成手续。我今天之所以来找您，就是想请您帮帮忙。如果您跟老师说一说，也许他会同意呢。但是这个事儿，别人帮不了你的忙。你老师是脾气倔，但是他通情达理。你听我的，去找他，跟他说实话，说真话，把你心里想的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但这东西，你得拿走。赵凯啊。你说你师母都不收你的礼物，我怎么能收？我都跟你说去了，我跟老林几十年的感情了，我一开口，他就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去他办公室找他，三句没说，就给我封口了。那，刘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说白了，一是国家需要你，二是老师看重你。老林这个人你也知道，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能干事的人，当然也包括我。所以他现在不放你走啊，就是太看重你了。那您这说了半天，也是不同意我转业啊？我没有不同意，这是你的自由，但是要过。 你老师这一关，那我说了可不算。刘老师，那您帮我想想办法吧。嗯，我觉得你师母说的对，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还得去找林俊德。老师，你是知道我吗？老师，你没有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研究所，对不起党和军队的培养。老师，您是知道我的。 这么多年，我对咱们研究所、对国家和军队，我无愧于心。无愧于心，好一个无愧于心！当年陈开元教授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回来报效祖国，我没听他说过一句无愧于心。 李师武从朝鲜战场上回来，陪着我们这群书呆子在戈壁滩上战风沙直到牺牲，我也没听他说过无愧于心。还有马兰的第一代官兵，哪个人不是在这儿默默无闻地奉献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无愧于心。 无愧于心，是你一句话就能说出来的吗？老师，您消消气。部队大裁军，我们转业是国家提倡的，文件也早已经传达了。我们所，那很多技术已经可以转民用了。 听说你总去红工厂，你是去帮他们吗？红工厂原来也是军工企业。我问的不是这个，他们给你多少钱？我就不信了。 你一个转业的积极分子，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跟我回答问题？同志们，声靶自动检测系统。 一直是我们要攻克的科研项目，搞了这么多年，也没个结果。刘处长，你谈谈是什么原因？报告司令员，关键是与我们合作的地方颗粒公司，在信号干扰这个核心技术上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嗯，那下一步该怎么办？目前正在想办法。我认为啊，应该充分利用军内技术交流这个机会，去解决这个科研难题。 老林，哎呦，领导啊，正看材料呢，有好事干，别闹，别干，还给我，就这个，就干这个事儿。
真的。什么时候开始考察？听你的呀。现在就走。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林主任，你看能干吗？这个事儿我们能干。真的能干？多长时间？半年。你是在开玩笑吗？地方上都干了好几年了。这科研上可没人敢开玩笑。半年，刘林，这半年时间是不是有些紧？什么意思？我还是有些担心。不相信我是吧？那倒也不是。很简单，你们俩啊，陪着我一块熬夜。一定要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下来。你不知道咱们公司需要人才吗？啊？哎，我等你的好消息。赵啊，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技人才，我们永鸿公司啊，也特别需要你这样有朝气的年轻人。有没有考虑到转业的问题啊？这个，徐总，目前我还没有考虑。哎，不要这么急着回答我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总有一天要转业的，好好想想。啊，宝林，你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再加上我这些，差不多齐全了。是，这些你应该不陌生啊。从咱们的压力自己一开始，所有的项目都是开拓性的，零起步。老陈，好。来，你看看这个。赵凯，你得做好熬夜的准备了。没问题。徐总，赵凯是当时我们班上专业最好的，所以如果真能把他留在公司，那对我们以后的项目开发是非常有利的。嗯，我知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把他挖过来，明白了吗？老同学，咱妈身体不好，家里的条件实在需要你转业。徐总很看好你，不止一次和我说要重金把你留在公司。赵凯啊，只要你能来我们公司，你提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你。好，我公司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了。好啊，你们好好聊聊。哎啊，你也是，早知道徐总在我就不来了。哎，这没什么，大家自己去聚聚。不要放在心上。哎，拿包。老师，我文件拿错了，我得换一下。你什么意思？你先坐下，消消气。徐老板啊，是真心想让你过来。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这人的信仰是能用金钱买到的吗？就算我以后脱了这身军装，我依然有军人的尊严。这就是你熬了几个晚上的结果是吗？啊！老师，原理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检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愣着干什么？老师，我尽快改。
怎么了这是？大老远就听见你拍桌子。我跟你说啊，我刚刚知道，赵凯转业是有原因的，家庭比较困难。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别动了！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写字台上都是我的资料，一片纸都不能动，真是。干什么呀？这是什么呀？爸，这是我的。你的什么呀？这是？这是我的药品资料呀。药品？谁病了？不是谁病了，这以后就是我的工作了。哎，苏倩，这怎么回事？小燕不复读了，这不正准备上护校呢吗？这不，已经开始学习药理知识了。哎呀，燕儿，对不起啊，爸爸误会你了。爸，我以前呢特别羡慕刘月，我羡慕她能考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您和妈妈来到这儿这么多年，你们单纯的工作生活，你们是幸福的，我要跟你们一起幸福下去。所以这段时间你的写字台要被我征用了。好孩子，爸爸跟你说啊，这个写字台不是征用，从今天开始爸爸呀撤出阵地，这个地方归你用了啊。来，哎呀，把我的车拿走啊，留给燕儿啊，归你了。老师，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你的习惯。就知道你需要这个，所以提前做出来了。花了几天啊？两天。速度倒是比我快。这是我的强项吧。画的不错。你是不是想和我谈谈转业的事情，然后再听听我的态度？啊，告我，通知我说了，转业没门。完全一致，太精准了，太不可思议了。林主任，没想到你们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太感谢了，太感谢你们了。没什么，谢谢，非常感谢。没什么。老师，我想再跟你谈谈。明天我要下趟马兰，你跟我一块去。我？去马兰？有问题吗？没问题。看什么呢？老师，这里真美。小李。到，靠边停一下。是，我们下去走走。好。30年前，这里可是别有一番景致。老师，那原来的马兰是什么样？
当年我们眼前是一片茫茫戈壁，一眼望不到头的帐篷，还有地窝子，十万大军啊，你想想啊，我们当年坐那个车啊，来的这个路叫搓板路，那个店呢，甭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从头吐到尾，谁都别想站起来往外面看一眼。哎，现在看起来，想象不出当初是什么样了。哎，马兰战士十字绣展览，老师你看，走，过去看看。你们可能想不到，这一幅幅优美的十字绣都是出自我们马兰官兵之手。这一幅是工兵团战士所绣，他是一名优秀。我很想知道，咱们的战士怎么开始绣这个十字绣？事关叶洪涛的新婚妻子，来队探亲前一天，叶班长接到任务，跟随部队进厂去施工，来不及通知妻子，并托付老乡接待。可没想到妻子的探亲假到了，叶班长还没回来。林主任，您是知道的，一进厂就是好几个月。期间，老乡劝叶班长的妻子回老家，但妻子不肯，说在这里就是见不着，也离得近些，所以他妻子买了一副十字绣品，在等叶班长回来的这段日子里，以绣十字绣来寄托自己对叶班长的思念。回老家之前完成了这副十字绣，但是夫妻俩人最终没能见上一面。多么朴实的情感啊！后来叶洪涛完成任务回到基地，手捧十字绣，泪流满面。再后来，全班人都跟叶班长学习了十字绣。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个比一个绣得好。是，这是您的战友，是我的恩人。恩人，他叫李世武，是朝鲜战场上的战斗英雄，跟随张平玉将军一起来到了马兰，从一个戎马纵横的武将，转身陪着我们这群愣头青的知识分子。一次爬崖跑，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工作起来不要命？因为这条命它不是我的，是李师傅给我的。没有李师傅，就没有我林俊德。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完成两辈子的质量，可我就是怕时间不够。真没有想到，马兰还长眠着这样的英雄。逝去的是英雄，活着的也是英雄。还有你今天听到的叶班长，他们都是英雄。现在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
但是他们依然选择在这里，在马兰隐姓埋名，默默无闻。老师，我很惭愧，我们用了几代人的心血，前赴后继，才有了这些点滴的成就。咱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学生赵凯，他妈妈身体不好，长期住院，欠了很多的债，最近一直要转业，我舍不得。我就想着，能不能从经济上给他一点帮助，能让这个好苗子在部队安心的工作。饭都好了，我就算着你该回来了。哎，有件事啊，我得跟你商量一下。说。这个赵凯啊，他们家的情况的确是不太好，我就临时的给他多汇点钱。你这哪是商量啊，你这是先斩后奏。什么先斩后奏啊，爸，你有肉吗？哎呀。闺女回来了，来来来，请吃饭啊！哎，给你个好东西啊！吃啊，给。哟，你看看这家里这么多杯子，怎么还乱买东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可是太空杯，听说材料很特殊，耐高温，而且还不怕摔。我可是托同事从北京带的呢。是吗？这个太空杯是我托朋友从北京带回来的，听说是现在最新型的材料做成的，既保温又结实。大明，别敲了，过来吃饭吧啊！妈，您看我爸又倔又凿的，把我给他买的太空杯弄得七零八散的，您也不管管他。你不高兴了？您看我爸天天疯疯癫癫的，想着国家，想着别人的家，咱们家他根本就不管。您不后悔吗？后什么悔啊，都过了一辈子了。他是你眼里最好的。
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记得咱们还没有离开马兰的时候，回来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马兰目的的静谧肃穆，马兰基层的官兵部队生活，还有那戈壁的黄沙，都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老师，我不专业了，我想下基层团战，去锻炼一下我自己。 想明白了就好。当年我在部队的经历让我很受用。你这次收获一定很大。记着，把你的课题也带上，争取回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是。保证完成任务。孩子，你寄回家里的钱，妈都收到了，家里欠的债也都还上了，妈的病。 也好多了，你们一个叫林俊德的领导，把你的奖金和困难补助都给家里汇过来了。